圣南宫的主委吴建志在妈祖诞辰那一天呢，用卜卦的方式选出了福兴村长黄俊伟担任炉主。在24号这一天呢，吉安圣南宫全体委员和信众们大阵仗的恭送妈祖前往福兴村长黄俊伟家中降驾炉主。主委吴建志表示说，这是第一届由村长来担任炉主，同时也祈求妈祖从福兴村开始护佑花莲和幸平安。农历五月初七，也就是6月24号星期六早上9点，吉安圣南宫主任委吴建志率领着委员和信众们来护驾恭送妈祖前往今年度炉主福兴村长黄俊伟的家中来进行降驾。副炉主东昌村长魏景天、香港村长陈义华、15个村的村长也前来共襄盛举。炉主黄俊伟表示，妈祖相当的慈悲，首届来担任炉主，他是相当的开心。很感谢我们圣南宫精心规划的部分，用了非常长的时间来去为我们这18村来去规划我们的炉主的一个仪式。那在今天其实也非常感谢我们，其实我们做村长，其实在做我们村内的服务的部分，那当然有这个荣幸的部分，能够给俺妈干嘎的咱的后营川，那给俺乡的后营川来保庇咱的村民，大家会使风调雨顺、大丰收，重点是身体健康。哦，嘛爱感谢咱哦，咱的圣南宫的各位委员、主委，甲咱的哦李干事的部分，哦，也是咱在座的18村的乡长、村长的部分，哦，万分的感谢，哦，感谢咱今仔有这个荣幸的部分，会使哦，咱第一届的哦吉安妈的炉主来降驾咱后营村。花莲圣南宫主任委吴建志表示，在妈祖的指示之下，首届由村长担任炉主，由福兴村长黄俊伟来担任。感谢哦，我们这个18村的村长，那特别这次由我们这个福兴村啊黄俊伟村长，然后能够执杯啊，连续执到5杯，然后得到这个妈祖的这个庇佑啊跟指示啊，哈、哦，那希望啊这个我们的吉安妈能够在我们的福兴村，能够从这边哦来护佑大家，从福兴村出发护佑整个吉安乡，护佑整个花莲县。在此啊特别感谢我们今天特别啊为了这个妈祖，这个炉祖妈哈、哦、来到这个黄俊伟村长家来住驾，那特别啊来给这个妈祖来跟我们这个村长祝福还有赐福啊，那希望啊哈、哦、在这个炉祖在住驾这个我们这个福兴村啊，也是我们这个圣南宫啊这个开工以来有史以来第一次由我们这个村长担任这个我们的炉主，那也非常的这个感动，也感谢我们这个吉安妈的慈悲，那对于这个我们村长所有村长的护佑，再次特别的感谢。那这次由我们的所有的执事人员啊一同啊哈，包括我们的神将会，还有这个神将会，还有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执事人员啊哈，通通都莅临到来我们这个福兴村啊，希望能够再一次啊哈，给我们这个吉安乡的福兴村还有18个村啊哈，也分别当上了这个副炉主跟首事，那在这边特别感谢，那预祝我们今天的大会圆满成功，那再来一次感谢大家，然后祈求这个妈祖啊能够护佑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吉安的所有的乡民啊哈，这个能够这个疫情解封之后啊，希望大家哈、啊、都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再一次的感谢大家。炉主黄俊伟也准备丰盛的餐点来分享给辛苦的信众们，以及参与妈祖盛世的村民来迎接吉安福兴村的大事，同时也祈求妈祖护佑吉安花莲县境和境平安。记者蒋文杰报道。